原来陈老师你嘿，王总，知影。啊，恁嘛讲白贼，你伫本国面头前讲金亏，说是恁两个的定情物呢，结果是人做他提乎你的。大人，你原谅，我会安尼讲，是恁想的好差啊，到我反头。啊，伊为求阮那是一个私心啊，啊，这个金亏想要送予伊，希望当做我来使摕去倒。 我想讲哦，叫阿你放口机，就会当救伊，还倒无？有啥物？有啥物？你会为啥来你知无？无了解。嘿，我叫阮男朋友好解救来。放我好人死。呀，不过我明明伫咧困了听亚优是几只。哦，你想到听？咦，小只呀呀呀呀呀！我都是亚优是呀呀呀呀！我想我拢想诶。免阁多呀，我已经听有啊，哈哈。 真熬有真诶呀！哎，阿啦，规个波子出吼，多拢恁翁仔某做事，你咧当机就是倒头啦。嘿喏，你今日这个好势无简单，我走啦，走，快来咧，快来。我无咧讲嘢，我咧知你要甲我讲，有够无路用，干那叫你一领新娘、新娘衫、甲新娘衫，你着做错。我无认真，不重要啊。我大，想要办法吼，你若要娶阮小妹，对即马开始。 你也甲我改哦，你若搁甲我做错，我绝对叫人十支镜头，甲你剁甲无半支。哎，我你站住！我改就是按头改。小妹啊，哎呀，伊吼是因为新娘衫请去做错啦，即摆我有本钱啊，我硬做生理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是哦，哦，白来呢，反正这个态度是爱改啦，听无？听到了，真歹势呢，安尼听听咧。 这个贼仔就是我这个无路用的门生，看在外面做相，你就卖追究了。对啊，讲真，地面努力好多，开口叫人在师傅师，对啊，你替我做主。好啦好啦，哦，罢了哦。人一个讲，听见面，家己阿咧敬神明，阿爹对面咯。方丈，我来讲，我的查某囝，也毋是嫁一半番好走准。 希望讲你的功夫明尊啊！那阿你讲起来，相爷你有同意要享受我这个上佳婿？想袂到我这个嫁聘亲的面前是个富啊！现在呀，讲起哦，真好真好，这个案件来公安局的，不管家看起来，敢若亲像弄假成真，老虎二十八千斤，相爷二十八。